我们的颁奖嘉宾为代表队的代表颁奖。我们这次活动呢，得到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孝敬父母基金的大力的支持和帮助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我们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就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、济南市民政局和济南电视台。